这个缺乏运动。没关系，比较关心有关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中共那边因为要办那个防腐百年啊，所以在这比如台湾兵啊，像纠团纠一些退役的官兵前往，听说有百团。我不相信有百团要去，我不相信百团要去。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限制，而限制你不能去，他不能去，不是限制。要让我们所有退役的人员，都感觉得到台湾的社会啊是和谐的，生活安定的，大家喜欢的。那我请问，假设有那么多的人去，为什么那么多人还回来？那你就留在那边嘛？为什么？台湾吸引人的地方就是生活的安定，大家社会的和谐。我们选完总统以后，有谁去抗争呢？上课的上课，上学的上学。哎，你看看美国闹成什么样子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柯文哲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国昌。大家好，我是黄珊珊。祝福风灿传媒一岁生日快乐。祝福风灿传媒一岁生日快乐。祝福风灿传媒一岁生日快乐。希望风灿传媒秉持正心，持续公正报道真相，发出台湾的声音。祝生日快乐。2023年四月，风灿传媒诞生了。一路走来，我们无畏辛苦，展现专业，让 FTNN 新闻网达成千万浏览的成绩。我们无畏付出，展现创意，让网络节目达成千万人次观看的目标。谢谢你们一路支持与陪伴，风灿传媒感谢有你。